让我们一起请看大屏幕。2019 TMEA 腾讯音乐娱乐盛典 ，QQ 音乐巅峰歌手张艺兴。恭喜张艺兴！好，让我们有请 QQ 音乐巅峰歌手张艺兴上台领奖，有请。有请。来了。是的，艺兴最近的工作也非常多，恭喜恭喜！首先到我们的领奖台那儿领取属于你的奖杯，就在你的正前方，别迷路了。再次恭喜张艺兴获得 QQ 音乐巅峰歌手奖，有请张艺兴发表获奖感言。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艺兴，我是歌手张艺兴。在这里谢谢 TME， 谢谢 QQ 音乐给我这样的一个荣誉。我想把这个荣誉分享给所有支持我的歌迷朋友们，然后分享给我做音乐这一路上跟我一起奋斗的战友们，还有我的团队。希望我们以后更加努力，用音乐为大家诉说更多美丽的故事。谢谢你们，谢谢我的歌迷朋友，谢谢。再次恭喜张艺兴。谢谢艺兴，谢谢。